布莱恩·欧钦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今日湖人退役球星黑曼巴布莱恩 Kobe Bryant 表示，若让他选择一所大学念，自己会将篮球传统名校杜克大学择为第一志愿。布莱恩在推特上发文表示，其实很少人知道自己曾在 UCLA 待过，我在菜鸟时期的暑假曾在 UCLA 待过一个暑假，但现在我雇佣的却是拥有南加州大学 USC 学历的人。杜克大学为传统篮球名校，其中也包含了76人射手瑞迪克 JJ Redick 与塞尔提克球星厄文 Kyrie Irving。